玩这款游戏《巨龙围攻：王国征服》，哇，车飞扬的游戏耶，赏心悦目。妹子挺可爱的啊，厮杀啦！哦，哇，这巨人，亡灵军团长，为了找出乌龙蛋，破城门而入，百姓民不聊生。亚历克斯来啦！这亚历克斯也是很大一只啊，这是什么巨人啊？开干了啊！前面铺陈的很不错啊。审判之剑，唰！前面铺陈的很不错其实，OK 啊。如何出行啊？好利息！要不要为了以防万一留他一命？好利息啦！怎样？你早该走了啊！你又不是妹子，你是妹子我就留你一命了。尽快进行维修。龙蛋回来了，他们在抢夺是这一颗龙蛋啊，那么凶啊，进行成长孵化。战力加500，驯服，开始。哎呀，他是用这样驯服的，好样的。哎，那这个发光的也是可以合的，爆，可以爆吗？爆了，做消消乐做台算 OK 哦，还不差啦，做起来是有品质的哎。有品质归有品质啊，这款游戏没什么人气啊。苹果树，现在是进行采集吗？确认。哇，一颗滴！哎呀，这大颗滴啊，好嫩呐、啊！一个字香，或者猪肉。啊，设施啊、哦，菜园，这边是可以种农作物的地方啦。然后呢，苹果派制作，诶，它不是车肥养的呀，感觉起来又好像不是车肥养的啊，喂食。苹果派，好吃。还有没有什么世界地图啊？伐木，建酒吧啦。这边酒吧可以进行召唤。紫色的史诗角麦克斯，然后呢，生城门，哦，翻新呢，它确确实实的诠释何谓。城门翻新呢，就转一圈了。1分钟后，亡灵抵达我方的城堡。来啦，训练营，练兵，可以立即完成嘞。啊，秒兵啦，好不好？对，哼哼，秒兵啦，好爽哦！珠宝升级。
啊，是哪边啊？生，砍松树，这个也可以砍。欸，这可以同时砍了那么多，一口气全按了啊！要开干了啊！我刚秒了一大堆兵，你怎么跟我打？开干了，还可以移动部队，好自由、哦。右边这边，目前我只有一队而已啊，打掉了。滑过去欸，哦，中府这边是可以捡的吗？那建设工兵训练营，哇，我没有资源了，还没解锁资源是不是？这边开干了欸。是不是快把他打掉了？我现在升级缺木头，我占领成功了。这是下一座进攻城堡吗？这是刚刚那个亡灵城哦。拿到新角，从刚刚到现在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，到底在玩什么？然后这边呢是跑酷式的，前面铺陈很多嘞。哦，周围是这个样子的啦，所以它不是车肥养的吧？那还值得一玩啊，还可以啦。它不是车肥养就 OK 哦。升级，这边也升一升好了。这边不行，来。这边是邮件奖励，召唤，死抽，有了这个全新角色的样子哦。哦，有，哎，那么多，哦，真的假的？招募，安娜贝尔，招募，传说级的伊伦。看起来好像蛮好玩的啦，哦，是不是？我没有看到开照就行了，就给推。消灭等级二亡灵，这是打野怪的意思啦。我可以派两队出来打野怪。就这样出去了，打野怪了。啊，周围城堡就是一个一个把它打掉了。目前的话，没有看到玩家城堡了。本次影片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